欢迎光临。我经过你就过来看看，没打扰你吧？啊，没有。东东呢？又找了一家幼儿园，还是你爸帮忙的，已经送去了。他是智力障碍？不是，是心理原因。以前他爸爸打他妈妈的时候，他如果大哭或者说话，他爸爸就会凶他。挺可怜的。是，他妈妈也可怜。不过还好，再有几个月他就能过来了，东东会好起来的。啊，我看到视频了。昨天你带着东东去我爸面馆吃面，小朱姐以为我爸还惦记着你。哦，其实也不是，是很多人都觉得我爸还惦记着你。等一下，这是我打包的，带回去给东东吃吧。那我就替东东谢谢哥哥了。谢什么呀？那我回去忙了。哎，子秋。